V3 及 V5 CNC 精雕火烧测试得益于 CNC 精雕工艺结构及靠分面板为二离后钢化玻璃，可以看到高温火焰喷烧过后 V3 整锁无焦黑、褪色、脱漆等情况，操纵面板功能正常使用，无任何不良情况发生。现在看看 V5 的表现，跟 V3 一样 ，V5 表现一样强悍，无任何不良现象，操作面板正常运行。